第三十六题，有关目前周期表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周期表是依据原子量由小到大排列而成。错，现在的周期表的排列是根据原子序，而不是原子量。B. 周期表中横列为轴，纵栏称为周期，这是错的。我们的纵栏是称为轴，那么横列呢是称为周期。C. 周期表中左侧为非金属，右侧是金属，这也是错的。我们的左侧有所谓的碱金属、碱土属，都是金属。我们右侧有所谓卤素跟钝器，它都是非金属，所以选项 C 也是错的。选项 D， 同一族的元素在化学性质类似，这个是对的。这老师上课强调过的重点，同一族的元素化学性质相近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有关目前周期表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同一族元素的化学性质类似。